Pansamantala lamang ito, Inang. Babalikan kita. Pangako sa loob-loob. Pagkatapos ng 12 taon, natapos din ang pagtatago mo. 移民工文学奖透过移民工自己的文字说故事，它是移民工自我发声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我的写作是一种纪念，我会在比较失落的时候用写作来抒发。我比较想要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这个对读的人才会有帮助。 万一我没有再对讲，我还是会一直保密，因为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开心，我自己的幸福。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主持人管仲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一点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关注的议题，让我们能够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我们 YouTube 频道有 Podcast 吧，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透过公众的集资捐滴的力量，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节目谈了很多移民工的问题哦，然后似乎是在为弱势发声哦。但其实我对为弱势发声这几个字，其实是有一点点疑虑哦，因为我的老师陈露西曾经说过，为弱势发声，其实你还是有一个代言人的身份的存在。所以，我们虽然访问了很多的这个移民工的议题，或是很多的社会议题，我们都会邀大部分都会邀请当事人来受访。不过，说实在，在移民工这件事情上面，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其实相对之下。 比较少有当事人来成为我们的受访者哦。那但是其实有一个活动已经进入了将近到第九年了，已经办了八年，叫做移民工文学奖，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这个影片，它就是在第九届移民工文学奖的一个宣传的影片。我事实上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文学奖，因为这文学奖的本身，它其实就是让这些移民工能够成为真正的发声者，能够成为真正的说话的人哦。那这免去了某种的这个代言的过程。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的邀请到这个第九届移民工文学奖的主办人那。 也是，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影视产业非常关注的话，应该对这位的来宾是非常的不陌生哦。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主办人，就是我们是汉草文创的董事长汤生龙。汤生龙你好，哎，关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嗯，我很少叫你汤生龙。对，反正发现哎，我为什么会叫你汤生龙？突然间有点不熟，对我们是他这么熟，然后。 突然第一次被我访问，我们有30年以上的交情，30年应该有咯，对对对，世新的时候，对，在世新我们大概就是差一届了哈，上下届这样子。对，那我那时候说实在，我对小汤就非常的敬仰，就是我哇，我看你的，我们在同一个，你可以了，你可以了。不过我是认真讲，我看你写的东西，哇塞，是非常的厉害，那个文笔啊，或是那个细腻度，或是情感的部分，我觉得说实在，大概就是我们。 在那个社团里面非常这个数一数二、非常出众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社团哦，一个虽然是学弟，但是觉得远远超过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学长哦。那今天不是来奉承你啦，对对对，我今天要来跟你谈一个，我也觉得哇，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的一个议题哦？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谈的这个活动叫做移民工文学奖，事实上已经是第九年了哦。那。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活动？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创办者嘛，好，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活动？然后刚刚接触知道这个移民工文学奖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其实非常非常长期在关注移民工，应该源于我的第一个工作，我们是新嘛，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当记者。对，那其实我第一个工作是在宜兰出差，其实跟我们当年社团一个好朋友吴国伟有关。 嗯，我们两个就去跑了这个海上渔工的新闻，这样子。哦，所以那个时候就种下了，原来这里有一群人的生命故事如此独特，他们用他们的劳力，用他们
远离他们的家乡来做这样的工作，这样子其实有给我很大的震撼。嗯，那这个对于移民移工这个概念，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也就大概二十几年前吧，哈，嗯，还有就是我刚退伍的时候开始工作。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会一直放在我的很多工作里面，比如说我做戏剧的时候，我有几年在客台做戏剧的时候，嗯，我会刻意希望说剧中的某个环境或者某个故事的内容里面说，哎，这里应该我们常见的移民工或者嫁过来的这个移民们，东南亚，尤其是东南亚的，他们会有一个角色在那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戏都会出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嘛。嗯哼，我有一段时间刻意的每一出戏都会说，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上有这种在里面，你们要把它写进去这样。哦，嗯，那当然中间注意到四方报，嗯，也是因为张震的关系哈。张震做四方报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人很前面，他马上已经把这个在台湾这个可能没有人会去关注的社群，为他们创办了这个一份可以阅读的文字报纸。嗯，那个时候没网络没那么发达嘛，对，报纸基本上是大家基本报章杂志基本的这种知识跟讯息的获取来源，所以从四方报开始，到后来我就关注张震非常多的事情。嗯哼，后来他这家伙太厉害，搞了一个移民工文学奖。中间还有那个啦，是唱四方一个是网络的节目。对，他永远都是在很深入这个群体里面去找到跟他们互动的方法。我是觉得他有我们那个世新很奇妙的那种叛逆跟那种颠覆精神哈。那我会觉得说。OK， 他办的第一名移民工，我就非常注意，每一届都非常，而且我都会去看能够买书啊，或者是赞助干嘛做一点事。结果有一天他就在网络上说他要停办了，我说哇，你要停办了？嗯，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可以停办？我就问，就也有很多人问他啦，然后他就说不然你来办啦、啊，我说好啊，我来办啦、啊，我就把他接下来了哈。他停了两年之后，我就把他接下来了。嗯，那当然，因为我就一如管中学长讲的哈，我其实这几年在做戏剧啊、影剧节目上面有得到一些蛮好的资源，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又一直在关注这个议题，我又明明又很想讲他们的故事，嗯，所以我就认真的就去说好，我们来接办吧，所以就有了去年的第八届，嗯，那当然还算可以啦，差强人意，还算做的还行，这样，嗯，我们就确实决定就往下做，那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可以一直做下去，这样对。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奖项。就像我们刚刚谈到，台湾当然有很多人是在关心移民工的议题，但是其实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未落实发生。那但是这个奖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谓的让落实发生，就是让这样的一个群体，他成为真正的发生者哦。那刚谈到这个张震办的这个四方报，其实他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些移民工的议题，他甚至后来还去读这个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那也写的跟东南亚有关的这个论文。那我记得他四方报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他大概有几次的机会都是去做一些移民的拜访哦。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到移民到这个云林的麦寮，然后他那时候说云林的麦寮听说这边有一些这个移民工的这个相关的店家，那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我就开车带他去麦寮，然后我们就一家一家的找，说啊，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越南的小姐啊，或者越南的女性啊，他们开的店啊，我们就一个一个去聊，然后去跟他们拜访哦。那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找到了一家店，然后刚好是越南人开的，那我们就把这个四方报给他，因为那时候的这个行销都是非常 local 非常草根式的，就一家一家去找，我们就把这四方报给他，然后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问说，哎，你要不要来订这一份的报纸，这跟你们越南是有一些关系的哦。所以他就把这个报纸呢，他就从头到尾看到，从头看到尾，他一页一页的翻，一页一页翻，原本他看到两个男人跑来找他，会不会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已经这个两点多已经准备要修电了，你怎么跑来哦。然后他看到这个四方报一翻，一边翻一边翻，然后他原本那个有点不知一点惊讶或是有点陌生的这个脸庞，他开始脸变柔和了、欸、然后看到自己的文字，他就突然间就觉得说，哇，这个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家乡的文字，好久好久没有看到我姐妹的讯息，那个画面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说哦，原来这一份报纸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对，所以其实文字书写基本上他传达的方法会非常不一样。嗯，那所以移民工文学奖他提供了一个管道给
在尤其是当时一开始，当时为台湾非常非常多大家不知道的一群朋友们，他们其实可以表达他们心中的各种想法，嗯，也可以传递他们在台湾工作的某一些的心中的感受。然后我觉得你们也知道台湾工作的有非常非常的多元，各个国家，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有一点点运作难度的一个工作。那也确实吃力不讨好，你今天谁会突然想到要去帮不会在主要媒体出现这些人，甚至一点发声管道都没有的那么多的这些所谓的移民工人去谈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想在几接下来，他虽然他的议题一开始很就如同刚刚管仲说的，他们为自己的事情说话说故事，然后其实慢慢其实这些书写的人，他们有的人真的找到了书写的乐趣。嗯，其实在最好的消息是我们至少有两位以上的移民工会在台湾的出版社今年或是明年会出版他们的第一本著作，这样子。对，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你做的工作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我很佩服你的地方就是你做的这些电视剧，例如说《与恶的距离》啊，很多很多，包括《茶经》，你是把一个严肃的故事啊做成大众文本，就是在台湾就是如果做严肃的故事，它就很公共电视啦，就是我们知道那个公共电视大概就有某种就是好比较难读，好比较难阅读，但是你其实把这种严肃的东西跟这个大众文本事实上结合的非常非常好，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厉害说故事的人哦。那这个是你慢慢找像一种所谓大众化的发展，包括最近你做的这样像八戒啊，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电影电视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哦。可是移民工文学奖又是一个非常小众，就是说你的跨度很高就是你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事实上也会非常关注小众。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在经营管理上面，或者是在那个文本的类型上面，在这个作品的类型上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或是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有趣的地方吗？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两群不同的人会做的事情，但是你事实上同时在你的身上是发生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生命累积下来的结果。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我是客家人，所以其实对于客家的这样的一个在社会中 不多但也不会太少的人，其实夹于中间这种角色，其实对我来讲，我是会把他的生命的一些历程去探索这些事情啊。因为我记得这个我们的文坛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李乔，他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件事情，他说客家人在台湾不多也不少，那你觉得这种中间不知道他能够发挥什么事情，他不会是绝大多数，也不是绝大少数，对，应该要把整个社会的很多事情做一个平衡，他要协助少的，他要去平衡多数的意见，去找到一个属于把这个社会关联的一种方法。我觉得听这件事我挺感动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慢慢去认清说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操作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客家人平常也过去的历史上面就是迁徙嘛，对。那我去阅读这些历史才发现说我们这个我的祖先们还挺有冒险犯难的精神的。他们会到处迁移，然后他们会寻求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他乡及故乡，就是他们会知道说我必须要认真踏实的在每个地方去找到我的生命的目标，我要存活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某方面会去刺激我去思考说 OK， 这个也是我必须要去找到一种源头的方法。那第二个呢，是基于我是过去记者的关系，其实我或者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世新的时候其实也给我很大的思考养分，那个部分其实我们确实会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在整个大社会的运作上面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这样。我其实也许有些人知道，就是我一开始在除了我在做地方新闻之外，因为我刚好很幸运的面临的就是台湾整个有线电视大爆发的时候，所以我在宜兰工作两年多以后，台北大台北这个雨后如春笋的各种卫星新闻频道就出现了。以我这个专业来讲，他们都会希望聘请这种专业的人，所以我当然就来到了台北，那开始我的台北的历程。可是比较有趣的时候，我在台北的工作，我基本上我第一个选择是到大爱电视台，因为他们让我做客家节目。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我说我可不可以做客家节目，他们说怎么会有人做客家节目，他们给我的一个原地，那这个原地就是我遇见李乔老师的开始。
在那两年三年的期间，我其实把台湾的原住民重要的事情都讨论了一番，其实兼包括客家跟原住民的事情都讨论了一番、嗯、对，其实我有这个时间的经营，对我来讲是很好的一种生命课题。那接下来我们在面临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把这些看似不是那么大众所探讨的议题，但是在社会上有隐隐的影响力，这些人怎么把它送到大众的媒体市场，让大家明白。我就开始知道说，好，我即使是做这样的族群、这样的议题、这样的各种比较不是大众社会一般可以直接去碰触到这些议题，怎么让他大众知道，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嗯、然后接下来客家电视台找我，就到了客台这样，对。所以基本上我在人生的大部分的大概前半段的时间，我都是在所谓的非主流媒体。但是在做非主流媒体的时候，我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要把非主流的内容推向主流去。当然，我从客家电台离开之后，来到了汉朝，就把我前面接触到了非常多，我学习到了各种东西，我就势必想要把它，因为我就是要打主流市场了，嗯，所以我才会把我过去累积的很多的资源跟思考，怎么放在我的这个内容作品里面。那不管是刚刚讲到，我曾经是记者，对社会的脉动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或者是对于少数族群，或者是对议题性的东西，或者是对于很少人拍摄的东西，或是大家不愿意碰触的题材，或者更禁忌的题材，对我来讲，我都是充满的兴趣的。因为从对大众的角度来讲，他们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其实也在台湾整个影视产业这个从偶像剧或者是艺术电影这两个非常极端的东西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了一个类型片的方法。嗯，所以各位可能会看比如说《麻醉风暴》，对，我们公司的《红衣小女孩》，或者是好《火神的眼泪》，或者是刚刚讲的《约的距离》《茶经》，中间我还做了一些。青科幻人系2049，对，然后我这两年我们就是开始在做儿少的东西，嗯，在今年我有推出四个儿少相关的东西，一个是儿少的音乐节目，嗯，一个是动画八戒，一个是以亲子为关系的《神神把富贵发》，它是一个社会住宅家庭的故事，嗯嗯嗯，第四个就是那个以儿少我们跟富邦文教基金会合作的叫做百万小书神，中原大神，这是以小朋友为主角的主角。就前阵子是有上映上架。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四个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一年，刚好也经过这几年努力，希望推动的一个东西，就是以儿少亲子关系为主的一个节目。所以刚刚管仲说的没有错，我的跨度非常大，就是大家看到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大。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刚刚移民工，其实我已经弄了5年了，嗯，我是以一个移民工的故事做的戏剧，这样这个戏剧也得过剧本奖，嗯，在公司跟中华电视合作下拍出了这个戏，嗯，那我们也会在年底或是明年初来做推出。它就是一个完全以一个新型的角度去看，它不是。我们会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我们用一个真正的越南的外科医生，对，因为母亲在台湾的努力的做外佣，让他可以把大学毕业，可是在别受伤之后，他到台湾来照顾他，嗯，引发了他对自己跟社会跟台湾整个对于移工社会或者整个大环境的一种观察来做一个切入点，嗯，他一个越南的一个外科医生在越南是一个社会地位还算不错的人，可是他变成到了台湾，他变成要重新认识他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移工的身份，嗯嗯，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做了很多社会性的冲突，那我们在类型上也让他极致一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犯罪以及情感医疗相间的一个类型，也希望透过这个类型让大众可以看到台湾社会不同的角落，以及我们想要掩盖，但是其实都在面就在的一些角落跟问题，这样。嗯嗯，是有机会之后再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你的这个新的节目，看起来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有趣哦。那在这个你刚刚在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一个好的故事，我们在课堂上也会跟同学来分享，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它就是所谓由小看到大啦，就是说小人跟人之间会有很多的情感的纠结，有非常多的冲突，有很多的不适应，或是有很多的这个爱恨情。
情仇，可是这个爱恨情仇常常会跟这个大的社会结构、社会架构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例如说家庭的冲突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世代的差异，而世代差异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你的作品当中通常都会把这个东西是连结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能够让这种小众的议题成为大众的文本来跟大家说话。不过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所谓的让弱势发声，就是贴近当事人的这个观点哦。那你的作品其实也可以看得到你试图去贴近这个当事人的观点。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做法哦，会不会还是有一些落差，就是说这个毕竟还是你们是一些创作者嘛。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放到这个移民工文学奖来看的话，移民工文学奖虽然这些人都是这个来投稿来去参赛，可是评审的组成恐怕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很好奇哦，这些参赛的移民工，他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籍，可能来自于越南、柬埔寨，来自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地方哦。那你们怎么去贴近这些人的观点，或者说作为一个评审，会不会筛选出还是一个台湾人观点的一个作品呢？对，其实管中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哦，因为评审会决定非常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为了要让整个大众的参与，应该说不是大众，应该说是我们所谓的小众们他们的发声而被大众看到，其实我们这中间一样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其实这个章程很早就立好规则了，他其实每一次的评审都不一样，然后也会在不同的评审里面寻求不同位置的人。比如说最近我们这两年刚才我也开始找一些演员进来，那比如去年就是大家非常意外的，我们非常低调，但他能够来参与，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兴奋，就是吴康仁。其实他也没有特别彰显这件事，我们也没有特别用这个事来宣传，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他在阅读剧本，他在形同角色的时候，他的感同身受度非常高。其实我们就邀请了康仁来当评审。那其实去年我们也同时邀请了龙应台女士担任评审。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跨度非常大，中间当然也会有安排，其实这个学者有一些文学家这样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当然就是因为说希望在我们的评审团里面能够挑出真的是在各方面都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奖项基本精神的一个东西。那今年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种人。那当时从开始到现在，其实每年的评审都一直换一直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其实也是与时俱进，因为社会的变迁、思考的变迁，其实我们要找到就是能够真的去看到这个作品文章里面可以找到新的一种精神，或新的一种思维，或者是一种对文字的诠释，这等等等等都要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标准。同时因为来自于各种不同国家，我们其实有缅甸语、泰语、印尼语就是兼于马来语然后还有菲律宾的这个母语这样子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国家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第一层，当我们收到作品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有第一个翻译的朋友在这边这样子翻译了，让其实我们评审可以来观看这样子。那至少在翻译这些我们都有精挑细选。比如说我刚好也因为这段期间这十年来在印尼有一些工作跟合作的关系，我这次也去年我就特别找了我这位印尼的作家朋友，他替我们做第一轮的筛选这样子。对，那他是一个印尼出版书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作家。那其实我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他名字太，因为他音节也比较大，但是因为我告诉他这件事情，他就很乐意来答应这件事情。那其他有非常多的语言也都是透过这个方法让他可以先做第一轮的筛选，之后透过翻译让这个评审可以理解，尽量让这个文学奖的精神可以做到最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原理。会邀请移民工来担任这个评审吗？因为你们已经办了八届嘛，我想过去也应该有很多的移民工，其实他应该也有，至少他是一个，不管是他的在书写能力的表现上面，或者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应该也很适合来担任这样一种角色。是是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推动的方法，因为其实就是张震跟廖英章他们两位推动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其实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围绕着我们这个奖项的一些朋友们。这些朋友们其实在台湾有的还在家里做就是雇佣的工作看护的工作，
有几个，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像去年有一位，他本来在台湾工作，然后后来回到菲律宾当老师，嗯，然后教了一两年，他又决定，他觉得他的生活还是不行，他又回来当了这个，回来台湾继续在工厂工作。然后这他在去年有一个作品得到我们的佳作奖，这位菲律宾的朋友，嗯，那我就非常好奇的问他，那他就说他其实生活上面他还是，当我觉得生活上还是找的想要寻找一个自己的安身之处，那觉得台湾不管是他的工作或是他的心灵思考来讲，他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所以他透过书写来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办这个奖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所有的人不管你来自哪里，你去向何处，你有什么样的状况，你都很希望你来书写，毕竟你的书写代表你愿意去表述，那有很多人会接手你，欣赏你的这个文章，来透过你的描述来做生命的交流。我觉得我们这群围绕的这个文学奖这些人其实非常非常好，他们也会形成一股力量。那如同管仲讲，我们会希望往这个方向走，也让他们形成一个评审的某一些亚团或者副团，就是可以做一个不同观点来关注过这样一个题材的一群人这样。嗯嗯，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让他更贴近这些当事人哦，要不然他常就会变成一群代言者。那也不是说代言者完全不行，而是说更接近或是怎么样进来，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跟做法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要在中间要来看一段听一段，这个是第一届移民工文学奖的这个得主哦，这个芒草香，那他的得奖的作品是他乡之梦，有一段他接受访问的影片，那我们来听一下看一下这一段影片。第一次我来台湾工作是在草原，从关农沙从来没停留，从结婚从没归来。小孩今年3岁，感触em nó bộc phát đấy, nó không kìm được ấy, thế là đến lúc em bật khóc mà mẹ ơi mẹ làm sao mẹ khóc ấy, mẹ đừng có khóc, còn đi lấy giấy đưa cho mẹ mà. Em xem báo bốn phương ấy, tại vì em đặt báo theo năm á. Khi mà cái ngày đầu tiên mà báo nó ra đấy thì em thường ở nhà thì em thường xem báo đúng không? Thế thấy kêu gọi viết bài không thể giới hạn về thể loại văn, không quá 3.000 từ. Thế em nghĩ là hay là mình cũng thử viết, mình cũng thử viết ra cái nỗi lòng của mình ấy, vì mình cũng không có thể, lúc đầu mình sang mình cũng chưa quen với ai, không, mình không có thể nói được với ai đấy. Thì em thường viết nhật ký không, thế nhưng mà em nghĩ là cũng có thể thử sức mình xem như thế nào. Ủa tì tì chai về lán, nhưng mà ủa phú hơi nó cơ dung nó cơ tên nào, ủa phú hơi dung tên nào, ủa cha mấy ở tên nào, nên là ủa mấy phong phá quán tan là xíu xem ra phú hơi chán. Ủa dung nai trao xen, dung nai chẳng kể tha xua tì tì băng, ủa nó cơ dung tên nào chi kể tha cho nhàng.然后他念他念他户啊，他念念完了他户，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更起。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管仲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有 Podcast 频道，有 YouTube 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我们的节目，让我们的报道，让我们的这个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做更深度的这些讨论，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现在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汉草文创的董事长汤盛龙。小汤你好。hey, 大家好，观众好。非常谢谢小汤刚刚在前面大概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移民工文学奖的一个创办的历程，以及你自己跟大家的
接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特别是你自己的工作的经验、生命经验，怎么会跟它产生一些连结哦？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哦。那刚刚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这个第一届移民工文学奖的这个得奖作品《他乡之梦》哦。那这当然讲的是一个越南籍的女性婚姻移民到这里的一个故事哦。那我自己很好奇哦，是虽然你可能是从第八届才开始，你是从这个第八届开始接办嘛，对不对？那但之前你也很长期关注这个移民工文学奖，不晓得有哪一个作品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其实我在前八届，因为来自各种的语言嘛，哈，其实也这边透露一下，其实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泰语这样子，对，嗯，你听了蛮多泰国的专辑啊，我知道，我就学了泰语哦，那就泰语，哎，我学习好像没有困难，我学了两三年后，基本上我对泰语的阅读比较慢或者表达，但是我是可以聆听的这样，同时我也利用时间学了一点越南语、印尼语啊，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当然确实没有像泰语学的这么好，其实我在前阵子我曾经看到一些文章，我其实也变成说。我会去阅读原文，这样泰文的文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我也会查字典，但是我觉得泰国那篇文章对我印象蛮深刻的。不过这篇文章大概谈的也都是他们在来台湾的身心，比较还是在做身心的这种调试跟想家这种精神上面做一些阐述哈。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来自于这种自己在台湾工作的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可能也对于家乡的想念，嗯，但是都属于比较情感上比较怎么讲，他们好像比较孱弱的来发出一些自己对生命的一些也不是抱怨，大概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心灵上比较难以过去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对。可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篇非常非常令我开心以及兴奋的，因为表示其实有很多的移民工开始找到自己的一个生命的重心，嗯，然后他们愿意来表达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去年的有一个家族叫陈树芳的，他叫做打磨，起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名字。然后这篇文章通篇是讲，他用非常非常幽默跟诙谐的语调去讲他跟老公的关系这样子。他陈树芳是一个来自于印尼的一个配偶啊，他嫁到台湾之后，其实他展开了他在台湾的这种新的生命旅程。然后他本人因为个性上的关系。还有他个，我认为他也有一点，是有点聪明哦。他能够讲好几种语言，他本身可以讲客家语，可以讲台语，讲得非常好。他可以用台语即时演讲，然后英文啊、印尼，他会讲好多种语言。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算是一个女性哦。所以其实我们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兴奋，就是他。她在描述说，她嫁来这边以后，怎么跟她的公婆，怎么跟她的老公，怎么去找到生活的重心这件事情，我觉得怎么用打磨这件事来形容说，他们两个怎么在婚姻里面互相来来去去的这个过程，嗯，不会输任何一边台湾的这种谈论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故事这样，嗯，毕竟她也没有真正在成为所谓的作家过，但是他有一支非常非常敏锐的笔，他可以去描述他生命中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可以不妨去找我们的这个书来看，大家会觉得这个文章写得非常非常的生动，而且看完你会觉得说，他不管是描述上，或者是写作技巧，或者是想要去做一点生命的表述，都非常完满。我们其实很欢迎这种不同方向的作品出来哦。那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其实这个人呢，其实后来也被这个台湾的出版社相中，他现在在撰写他的第一本书哦，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个故事，这样，对，嗯，所以这本书就是你刚刚讲说大概今年就会出版的一本书吗？看他的进度了，如果他可以写好的话，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台湾的这个一般的出版社在要准备出他的所有的创作，这样，对，嗯。这篇文章它的叫做打磨，就是那个磨石子的磨哈，石也能成玉，然后作者是陈叶芳，就是叶就是业务的叶，芬芳的芳，尔东城哦。所以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络上面 Google， 你就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了解他们到底在思考什么哦。那不过我自己也很好奇哦，刚刚小汤也说你为什么开始跟移民工有一些接触的这个契机，是因为你在这个30年前左右。
二三十年前在宜兰做地方有线新闻的这个记者，然后开始去采访一些跟移工有关的新闻，然后你在一路以来的在这个戏剧创作当中，也或多或少会把这个在台湾真实发生的这些情境或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写在你的剧本里面，放入到你的戏剧当中。那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是，哎，你后来实际去做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也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了，然后也开始去阅读他们自己亲自书写的这些东西。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开始看到他们亲自书写，然后有更多的接触，跟你过去不管是在戏剧的创作，或是过去的这种所谓的采访经验的移民工的 image 那个形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我在接触过这所有的这个移民工朋友，或者是说撰写移民工这些朋友们，其实他们跟我们认识的一般人是很接近的，就是就像我们在路边看到的摊贩，或者是说 7-Eleven 的这个服务员一样，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确实来自于他们语言或者是长相的一些不同。有些人甚至就是哎、欸，你不去跟他谈话，你还不晓得他是所谓的外国人这样子哈。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自己长期的观察。那还有，但是呢，在这些我会觉得他们大概都保有一个特质，他们其实都相对敏感。他们其实就是有时候都觉得他们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心事在身上，不管是看到谁都会有这个状况这样子，对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基于一种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的一种对应机制啦，一种陌生或是甚至有点不安焦虑的那种，对，不安的举止。可是你也许各位如果看到所谓的白人哦，所谓的西方人的时候，当他们跟你接触的时候，其实那个笑容会跟他们会确实很不一样，这样，对。那我觉得在过去有非常，我们常常把这样的状况写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我上次我们就比如说其实很多台湾人都对于外国人是什么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对应，会笑容可掬，会亲切帮忙。可是这件事情放在所有的移民工身上，不见得会会是做到的，因为我观察太多这种状况。那很多的外国的老外们在做 YouTube， 他们都会说啊、哦，台湾很亲切。可是这件事情放在我们所谓的移工移民的朋友，并不会真的这么的好，这样，对。但是其实在我这个是长久的观察，并不是这是我做这件事的观察。其实我在这十几年来，我其实也会到，比如说火车站，桃园火车站、中油站去观察，我也会在台中火车站去观察，这样子。其实那些所有放假在那边休息的朋友们，他们其实在寻求一些认同之外，他们其实会在那边可以找到一些家乡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互动跟对应，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圈子，他其实很难打入到所谓的一般的这个台湾的生活圈子。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台湾在所谓的多元下，其实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说实在，我们要是比多元的话，我们真的不如新加坡，他们其实交融的更好，或者，当然，我觉得说，其实台湾在移工的想象跟政策上，有太多的事情还得要解决。那这个并不是我们，可以直接跟立法委员，或者是说跟所谓的政府官员去运作。但我相信，透过我所知道的事情，比如说透过报道，或戏剧制作，透过很多的所谓的文创应该说是文化的这种影视音的运用，其实我们可以得到的回应会更高。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其实我在做的这几年的戏，包括我们做我们有的距离、火神的眼泪、谁是被害者，这几部相对来讲大众都喜欢的，我们都暗藏一些议题，可是好多的议题都会被拿出来讨论。对，那其实我觉得也希望说我未来我们的作品里面所引发的这种探讨效益，可以去改变一些大家对他们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这个环节上可以操作的事情，这样。你过去你刚刚也在谈节目当中提到你过去做的一些作品跟移民工有关的一些部分了。那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观察，你应该也是大量的这个阅读，因为你昨天还去看让我羡慕死的九龙城寨。对，你应该有很多机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这个作品，包括你到国外去参展啊、参赛啊，
哦，或是一些交流，有没有哪一些其他国家的移民工的作品，或是台湾的一些移民工的作品，让你是印象深刻的？这影视，我指的是这影视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葛仲刚好问了一个我其实在也在长期在看的，我对于这种移民或者移工或是偷渡走私这种电影。全球的我都会关注，嗯，我会觉得说这个题材其实就会一直去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像这种愿意离开家或是被迫离开，因为他们熟舒适圈的人，他们想要寻找一个新的一种生命机会，这些人永远是我最有关注的议题，嗯，所以像这种作品非在整个产业界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Apple TV。如果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Apple TV 拍摄的一部《异乡人》，它是用单个的这个故事去拍摄的。它当然它的背景设定在美国，其实不要忘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之一。其实它引发的种族之间的问题也非常非常多。那在那个系列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不管是把各种移民工在美国这本土发生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呈现出来。他也在探讨说，其实即便是美国所谓这种自由民主的国家，人这件事情的人性这件考验，还是人性的考验，还是没有办法，怎么讲？就是说人性这件事情还是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永远的议题。那更不要讲回到台湾，我们这边，我们其实台湾过去也有一些这种作品，甚至在今年跟去年你到今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轰动的叫《复读青年》，嗯，他讲的是。从缅甸或者是其他地区在马来西亚这个没有身份的一些外国人、那其实吴康显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这样其实这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们本身的这个故事性，你看会找到一些共同点。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前几年在泰国有的这个东北地方有发生睡美人这个洞穴的有一个。野猪足球队的这个故事，不知道记不记得？嗯，就是这，在那个放学以后，有一个老师带着十二个学生去野猪洞里面去，到那个所谓的这个洞穴里面去过生日，他们去探险，这样就发生了大雨，这样子就把这个洞穴淹没了，这样子。那后来动用了全球的这种精英分子去把他们解救出来，这样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故事，可以查一下。这里面的有一半的人都是非法，都是没有身份的人。那个学生故事，像这样的故事，其实就会引起我非常大的关注。我其实也把这样的故事连接到我的作品里面啊。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在所谓的这长长的2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不管是从东欧跑到西欧，或者是从非洲跑到这个欧洲，或者是刚刚讲过的，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在那时候叙利亚非常多的难民，其实因为在那时候战争的关系啊，9.11之后的关系，他们也做了移动。其实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偷渡总是层出不穷。那我觉得在九龙城寨这个故事，刚刚有提到这个，他也是讲当时在对香港在80年代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就是怎么偷渡到香港的故事。好，这种故事各位知道非常非常多。它代表的是这群人他们想要活下来，想要寻找更好的原地的一些生命故事，这样。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关注的题材。可是它很远吗？没有啊，台湾一大堆。对，没错。我们在拍《画外之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有跟到一位大姐，这位大姐是一位越南的大姐。她呢，她因为她也是误打误撞，她一开始只是想要帮助别人，很多这种越南失踪的这些移工们。他后来他自己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他专门去协助走私啊，或者是说所谓的有些浮尸或者是一些无名尸体，去辨认这些越南人到底是谁。哇，他其实他现在长期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团队跟着他去跟所谓的保，就是所谓的保安大队，就是海巡部这些人去看一些他们那时候找到的一些很多，其实这个是每年都有。其实大家看新闻，有人说啊，什么又有什么浮尸，现在都不会再报道了。但是其实非常多，每个礼拜都有。嗯，那这些东西都不会在你的主要的新闻版面上面，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的有线电视台媒体上面。嗯，那就是发生在台湾，就是在你们身边。所以我们试图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连接的话，其实，我们在关注台湾整个发展上面，其实有很多人在做的事情，我们会
跟很少人做的事情做一些平衡，这是我们在创作上面以及跟所谓的真实的这个社会上面的运作上面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所以我一直喜欢跟台湾社会脉动很多的东西怎么转化成大众熟悉的故事来被关注到，这样对。这个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戏剧好看是因为张力啦。我们身上都存在很多的张力，就是一个移民工在一个家庭当中，他怎么自处，或是怎么跟别人相处，他事实上充满了很多的张力、思考跟故事哦。那怎么把这些东西转换成一个戏剧的一种模式，或是一个故事的模式？那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跟大众沟通对话的一个做法哦。那不过我其实也很好奇哦，就是戏剧本身事实上难免会去强化某些的情节，难免会甚至会去夸大，或甚至这夸大可能是美化，或是让它冲突更剧烈哦。那作为一个台湾人，或是说做一个戏剧创作者，你怎么去这种拿捏这个元素跟分际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是污名化；那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代言人。这个对你来讲会是一个困扰吗？或者是如果这是一个困扰，你怎么去克服或是面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常常在作品上面，如果要处理类型片的话，就是说喜剧的话，当然大家看得开开心心啊，一切无伤大雅的玩笑。可是，一旦进入到比较写实的这种味道的片子的时候，其实就会提到像观众提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做我们娱乐剧里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工作的过程中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怎么很不会去把一些事情过度放大，或者是说让一些真正有这样过程的人，得到一些伤痛，或是他们不能够理解我们在戏剧安排这些过程的事情，得到很公平的一些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做这个讨论。那当然，这是一个影视作品或者是创作作品整体作品给人的感受，所以我们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贴标签，我们可能要如果我们要撕标签，我们搞不好要先贴标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运作就要非常小心。对，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基本上在每个作品上，我都会暗自检讨。比如说关于城市被害者谈到一个自杀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理医师或者是这个精神科医师，跟他们去探讨说我们该怎么去呈现，也让他们看这个合不合理。同样的，我在做画外之一的时候，我们在中间有提到非常多，其实确实有很多的移工移民们，他们其实也确实会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包括有的会偷钱，有的会吸毒，有的会各式各样的也都有。然后其实我有跟张震说，我今天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有一点心理负担，说其实大家台湾大部分的人对这些人的观点都没那么好，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张震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没关系，本来就有这些事发生，你就要做，只是你要做好的，也要做坏，也要把真实的事情呈现出来。就一样，就是我们在操作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确实因为作品本身不管是两小时的，或者是说是五集的，或者是十集的，那我们大概会期待说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在这个创作上是正念的，所以这个正念会让我们在故事的叙述上把我们想安排的事情缘由讲清楚，然后甚至前后面有一些辩证，透过不同的角色的设计来辩证，这个是我们在创作上一直都会去思考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还好，我们可能在思考作品的时候会多一层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过去在写新闻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也有两造的说法，或者是做是清楚的探索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做戏剧也更多的这种 research。是变成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在看现在台湾这几年的作品发展，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我们当然还是有恐怖片啊，就是所谓的什么中邪啊，这种就是比较类型片的东西，它可能是否娱乐或者是让你的惊吓度很高的。可是我们确实有很多有一些社会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相对就会相对来的像非常非常注意跟小心。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作品的运作上，我们就会整个大团队我们就会去不断的提醒自己做一个反刍。我想这也是经验累积，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跟所谓的年轻创作朋友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大家在看待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要抱持这样的心态，就我们怎么样面面的思考到，你也许不是面面的要呈现到，但面面的要思考上你的利益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在未来在这个作品推出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他能够得到最好的
回应跟反响这样。对，这个蛮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谈事实的这件事情，它很容易就是标签化，但是它是有可能避免。例如说，越南人的有某种的口音嘛，这些外籍的人士一定有这个口音。可是这口音如果连这个口音说这个口音的人，如果连接到他的行为都一直是负面的，那很容易就把这个口音跟负面或这个族群跟这个负面的行为是连接在一起。那但是其实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说口音的人，这一定是负面吗？未必啊，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面向，就你刚刚谈到一些辩证哦。刚好我昨天在我的课堂上面也在谈这个污名化的这个问题哦。那我就举了这个早期非常有名，很多大明星演的这个《天天星期七》，就是《颠老正传》。那他是在谈所谓的精神障碍者杀人这件事情哦。然后到了一个幼儿园里面，然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恐慌，最后还有一个社工因为这样子而死亡哦。那但是其实，在大概30年之后，有另外一个作品我也很喜欢，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在谈精神障碍者会杀人，甚至杀了他自己的母亲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剧情跟内容哦。可是他会告诉你他为什么会杀人，他面临到什么样的压力，为什么他成为他不得不的选择。那所以一样是杀人，可是杀人背后的原因哦，就是他某些群体他可能会做一些行为啦，不一定是精神障碍。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应该要去做更深入的探讨。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戏剧怎么去避免一个污名化，或是避免那样的一种刻板化的一种基本的做法吧。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注意的。其实过去刚刚管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口音、长相，一直在人与人的接触边很容易有了第一脑的印象，就是 OK 他是这样的，他会做一些判断，就会心中会提出一些直觉的一些感受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时候会也是蛮伤人的，就是说其实那种态度的东西是我们怎么去做一些同理心的理解，这个反而是大部分人要学习的哈。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美国的很多的作品里面，或者是不要说欧美很多作品里面，我们其实还是会看到非常多这种种族之间的冲突跟歧视的问题。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儿少的作品，一个国外的儿少的作品，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小孩子。他讲的是一个僵尸跟一个正常人结婚的小孩，对，僵尸，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僵尸跟正常结婚的生下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因为他是僵尸生的小孩，所以他一旦他从高处摔下来或者跌倒的话，他身体很容易掰正这样子。对，好，这个角色的立定之后，当这个小朋友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一样受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霸凌，或者是跟取笑这样子，然后甚至从楼梯上把他推下来，然后他看他掉下来之后，身体确实没有断掉，但是很快就把他恢复正常。他谈的就是歧视，这个歧视，这个小朋友很容易理解，就是如果我是要跟你谈说，这是一个黑人、白人，或者是一个不同国家的人在那边，在一个班上被相处的时候，被另眼相看，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快理解。可是透过这样的故事，他们能够理解。所以其实说故事这件事，你找到的方法跟叙事点，对角色的设定，其实都会帮助观众在看完之后得到新的体悟。我觉得其实就是刚刚提到《天天星期七》这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的轰动。他们其实用这个角度来重新去检视这群人的生命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在做影视作品，就是比较 fiction 的部分。那当然有很多的报道，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采访，比较正式的采访，他们传递的这种比较新的东西。可是，在戏剧里面，我们很常会谈辩证，就是说，对，到底怎么把这个议题提出来以后，我们怎么透过不同的角色或不同的故事线去做一个对应，让观众理解到说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这样。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会是怎样？其实常常我们会有这种辩证，逾越的距离，或者是说谁是被害者，或是模仿犯。其实每个戏都有探讨一个主题。那这是我们自己在给自己的课题作品上面，我们自己会去找到的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因为自己还是一样，我们是学新闻出身的，所以就这点都保有一个自己的一种尺度这样子。对，那这个也就是也希望说我们透过好的作品来跟大众互动，来传递一些好的讯息，来做一些好的一种思辨这样。对，OK， 最后想要请教这个小汤，就是那已经要迈入第九届了，那之后这个移民工文学奖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跟打算吗？其实目前当然很辛苦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因为
张震当然那时候为什么停办，这确实非常辛苦，因为你要有赞助，你要有人力，其实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寻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寻求赞助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小额赞助我们也欢迎，因为他必须要一个长期的资源，那还有一些移工的朋友的帮忙的话，就是说他们也愿意来做这个小额赞助，其实我们都非常欢迎，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大家的园地。那我们其实希望推动书写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在前面几年，其实我们不只有台湾的朋友参加，其实也有香港的或其他国家的移工朋友参加，要你能够熟悉这些语言，其实我们会想要扩大这件事情。那甚至如果你是一个移动的灵魂，其实也可以来做这种书写，其实我们欢迎各种以这个题材做，为了其实就是扩大它的影响力。那当然接下来我们期待就是到了第十届的时候，我们最近也在谈说第九届当然就是今年好好的办，但第十届的话我们想要再扩大它的可能性跟规模。那主要也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主题式的一种文学发布，那也期待就是说可以有更多的人来看。当然我毕竟是影视作品的，我也会想办法让这些过去这些所有累积的这些作品里面把它搬上荧幕，让它成为可以利用其他的形式来变成其他可以让观众吸收到的一些讯息。好，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下一个可能要做的目标，这样。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除了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作品会出版成书之外，未来这些作品也有可能成为这个大众的一次作品。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样。对，OK， 好，那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参与跟关注。那当然刚小汤有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抖内，可以去捐款去支持哦。那另外一部分，当然你就在网络上面去打移民公文学长，应该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哦。那另外一部分，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移民公文学长还是可以这个投稿中，对。你身边有一些朋友你还是鼓励他们，或是邀请他们来投稿报名，就是只要是移动的人，他都可以报名嘛。对，就是外籍的移动。我觉得当然，我们希望输出是希望就是for所谓的台湾的移民工，但是全球的移民工也欢迎。那其实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透过你们的网络，家中的可能自己家中的看护，或者是你们所理解到你们工厂的工人，或者是你所家里邻居上常常碰到在越南商店、印尼商店碰到的这些朋友，其实都可以鼓励他们来书写他们的故事。因为这个参与是希望透过很多的书写来交流，来找到大家可以往前走的力量。阅读这件事情，文字这件事情是真的确实是有力量的。截稿的日期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6月5号。是，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非常谢谢小汤汤生龙汤董来接受访问，希望之后也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合作，或是更多的来做相关的这些讨论跟报道，来或者是以后也希望能够多访问你的一些影视上面的作品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再见，谢谢，拜拜拜拜。